不愧是抄袭起家的大企，给你们看看山寨版的第五人格受激加速。上椅子效果。翻窗交互。红教堂推墙都不带改的。挣扎下来的效果。部分角色的技能道具特性。三种校准机制，完美校准，普通校准，校准失败。几乎等比例版仿造的红教堂，几乎等比例版仿造的圣心意愿，唯一没抄袭的可能就是这个独具特色的修机摸人机制。以上仅仅只是抄袭第五人格的部分内容。